Clay Moss, Aquas of Wandin， 在通往维多利亚文明的亚勒河谷地区的入口，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提供这个精美的17公顷的园艺房场，距离墨尔本东郊区仅有10分钟车程，拥有这座仅有12年的现代化37平方米的砖面单板住宅，可以远眺山脉的美景，包括4间卧室、2间浴室和3个独立的生活区，家庭配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和高雅的装饰。这个物业已经陪同一个家庭到现在35年，而现在第二代农民现代化和进一步发展这个物业，有大约45000平方米的天眼加入的温室和一个约1050平方米的南墙室，在对面有办公室和公园设施，在中心是一个大面积用于除根花卉和鲜花的分级和分类，容易也快捷从主要道路送货到墨尔本郊区。这个物业的另一个补充特点是出色的供水，不仅源自此大型20毫升永久的春水区，总观是屋顶流失的水也必捕获和回收。一个39毫升的许可证保证持续和完全电脑化的供水。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个物业独一无二的，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是在其主要工厂的回住安排。在房子的正面，但跟房子是分开的，是一个现代化的2172平方米面积，它拥有10个大型凉爽的房间，一个现代化的办公室和厨房和农场空间，投根花卉的股票从这个谢氏进入和分布在世界各地，10年助力保证当前回报，每年22万2000元。从投资角度来看，这个物业在5年内每年在增加10万元，代表了购买者投资我的 6.48% 的安全回报。另外的回报是价值的资本增长的长期势力。光等区的房产销售率在过去2年每年增长14%，这个房产还有潜在未来4分的强势。代表我们的供应商，我们很高兴提供这个房地产出售为500万澳元。如果需要更多信息和安排检查，请致电 Richard Taylor 0407081957。